讲英文还是中文啊？他跟 me 啊，没差，都英文呐、啊。不管是谁讲，都是你讲而已。对啊，对 ，OK 啦。然后我们两个要 rap 这样，你知道？就是、啊，你们要一人变了，要一人变，对对对。金什么梅那个？哇，开米高梅，他金高梅，金瓶梅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iger Me 啊。啊，开始了？还没有啊？啊，我在 cue 你们啊，看你们反应够不够好啊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iger Me 啊！我们一起讲，大家讲可以吧？我们一起讲吧。哪有？是我 Q 大家，是我 Q 大家。哎、欸，开始了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哎、欸、呀、yeah. yeah. ！好了，那我们真是同一团的。对。好，我们今天还是来看 MV 的。卡尔破音，卡尔刚破音。对啊，我在看，我突然不知道要笑还是因为太兴奋了，我们的 MV 终于上线了。我们的 OK 对，好，没错，豇豆在10月22号终于上线啦！拍手拍手，感动啊，感动感动！我知道怎么觉得状态很奇怪，我的墨镜呢？操！哎、欸，完蛋了！赶快 ！MV 里面你不需要墨镜、啊。我的人设要啊，我的人设就是。没有，你今天有戴 Hyper Monster 才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今天有戴吗？没有，没有戴，我这样没戴就危险。那我们先看 MV， 再看要说什么话吧。直接看，直接。OK， 不然要先吃饭再看哦。先吃个饭。OK， 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呦，虎山。他为什么傲嘟嘟啊？对啊，因为太早了。哦、对啊，太早起床了。老虎也傲嘟嘟。哎呦。那老虎蛮肥的，其实。他这个阿妈养的。哦。哦。重头戏来了。重头戏。保罗怎么把我挡住了？抓你鬼名字，抓你，抓他！哇，对啊，颜色对，今天是被射满脸。还有人说那一罐是麦香，不对不对，那是特上红茶。所以你那时候真的有睡着？没有，我很敬业，好不好？我保持我的呼吸的平稳。国中同学，哪一个？他进来踢那一下太小力了，那个阿张啊。哦、你说踢铁笼那一位？高雄十七哥，你知道什么叫十七哥？他录了十七个组。哎、欸，是那个吗？可是这个好像不能讲，不是吗？会被黄标吗？哎、欸，这是灯光很帅，很帅，是吧？有些是特效，我老实说，我哦，特效，剪辑师救了这些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我只能说导演跟摄影的美感偏普通，我个人。B， 你看帽子戴歪歪，鸡鸡掏出来，鸡鸡掏出来。里面最认真的应该就是李牧，对啊，对。欸、他超专业，他当天到那个拍，他会先投入进去，他会先入戏。对，然后我们到现场就是先找东西吃，找便当，找泡面，然后他就是很认真在里面。他一个人坐在那边发抖，就那个状态。然后我跟小吉老师还有四吉老师在那边找便当吃，他一直在偷笑。哦，关键关键，瓦片出现了。哦，这个很帅。你有看那个色调很帅？有一个留言，那个是叫 Robert Dawson 那个。Robert Dawson， 他说他喜欢我们的 Build Up 到鼓这个手。哇，他说他觉得那个落差，哎、他刚还传语音跟我讲，很欣赏四喜老师的。我们再给他500块，下去领500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 Marek 那颗，等一下你看那个他那个笑，有一点。让整个很屌哎、欸啊，他那个虽然可能不是演技，可能是刚好凑巧拍到。你说待会？对对对。哇，他这个拽的感觉他都还有，藐视的感觉，有一种无奈，有一种，看你现在被我打了吧？无奈，然后有一种，真的是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我的 solo 来了。大家安静，大家安静，全台湾只有你在，没有大家听不懂。
那就是来看五部的。这么简单怎么会听不懂？大家应该都知道、啊、这块特效就在这里算。对，在这的时候他就会按暂停，然后看那两个点。对，哪两个点？那两个点打的那两个点，都瞄准那两个点在打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车！哎、欸，那个音效，你听。简单。哦，很、欸、帅。Tony 每次他那一根的时候，我都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为什么？然后我们有重播权的话，可以回顾一下那个。不行，只能停一个地方的话，一定要停金童玉。哇、啊！那后面字幕是要放大镜才能看得到。对啊，哎、啊欸，我跟你说，欸、我再三确认过了，我们 Patrick 的字幕就是看不到的。OK， 但太大又对，太大又没有那么帅，对吧？没有，因为就是要字很小，大家才会放大看。对，才会暂停然后放大去看。没有，就是哎、欸，你如果故事当中有看，就是五木的智障弟弟蹲下去捡那个瓦片的时候，智障弟弟，对，那个瓦片其实是被诅咒的。就我们的故事原型是你的生活当中都有一个你会去怪罪的东西，就像这个瓦片，就所有的人都可以怪罪啊，就是你去没事去捡那个，你才会被车撞。但其实那个只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心态，就我们都愿意怪某一件事，都不是我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错。其实就是他北蓝啊，没事就不要去捡那个东西啊，过马路要看车啊，要看车、啊，就捡红包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其实但是这个其实是有后续故事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出现的那个角色都会有一个。我们自己的原型故事，接下来的每一首我们的歌的每一支 MV， 大家都要看，因为你最后才会连回 John Doe。他一直要阻止我破梗，我就是一定要破，因为你不破，他们就不会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歌。然后我一定要特别讲一点，就是这一点我不讲，我相信这一辈子只有我知道，所以我要讲出来。故事的原型其实起源于那个瓦片啊，就那个瓦片从上一集女主角拿到杀死了那个男的之后，这个瓦片就开始有一个就是诅咒。但对于我们诅咒了十八代这样，不是，其实那个瓦片只是一个借口。但 anyway， 接下来都跟那个瓦片有关系。啊，瓦片有留着吗？不会，每一集都一样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每一集要重做一遍、啊、我们请美术做了十片瓦片，每面都一样，以防万一。对对对对对。最后搞不好我们可以抽奖送出去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这一趴。周边会做卖瓦片，周边卖瓦片，看你讨厌谁就送谁。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可以拿起来这样敲一下，它就糖了。哎，对，它是冰糖做的。对对对。啊，如果你不信邪，不觉得那瓦片有诅咒，你就一个人买十个看看，会不会出去就被车撞？对，赌你们不敢。操！我本身是不敢。结尾就是还不去看，操你妈！如果你没有看的话，没有订阅、分享、按赞的话，生孩子双屁眼，你会收到瓦片，哇，你会收到瓦片，长直很顺。那个地址写在下面，我们把瓦片寄给你，我们把100个瓦片全部都寄到你家，让你家爆掉。所以重来一次啦，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重点是你怎么知道是哪谁没看？所以我现在在下面要填那个地址，要填表单。啊、他填表单就代表他有看了啊！要填表单说我没看，所以他就很奇怪。我只要看你有看，你干嘛填表单？我是来留言的，我没有看。我想要瓦片。好，停下来，跟大家说，专注 MV 已经上线了，然后叫大家多多去看。嗯，然后后面你要随便讲怎么样，随便。哦，随便我们哈，好。他要说拜拜。他叫我们说 John Doe MV 已经上线了，他叫我们说你要不要去看，随便你，要随便你，然后结尾一定要讲拜拜，一定要讲拜拜啊，拜拜拜拜。